开心来到民谣之夜，我要邀请一下我们的特别嘉宾 Chloe。Yeah， 你好。你今年几岁？给我麦克风。七岁，要八岁了。啊，七岁要八岁，请问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？发专辑嘛，对不对？你要讲出来呀、啊。十年后发专辑。耶、yeah!。所以呢，我们先让我们小朋友呢，就是在十年前先来做一个那个预习，然后请大家十年后记得要支持我们Chloe的专辑。好，所以你这个花是要待会要送给我的吗？这要送给我，是这个吧？好，好，谢谢。那你今天要带来什么歌曲？其实他平常不是这样子的，但他需要花半个小时才会跟我们开始熟悉起来。那我们已经下台了。